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北角区 Alan。今次同大家介绍一个云景道上面罕有放盘的高尖台，实用面积1866尺，连工人套的单位。我哋先参观一下非常之靓的装修，一起去睇下。呢一間玻璃書房咧都非常之有特色嘅，有個咁大嘅書櫃啦，空間仍然都非常足夠。依度咧放埋部跑步機，空間仍然綽綽有餘嘅。主人套房貫徹全屋的設計，有一個玻璃的浴室，另外空間很足夠，放到 king size 的床，三邊落床。女主人最關心的儲物空間，這個主人套房有一排的衣櫃，儲物空間非常足夠。高尖台依个单位咧，外墙正进行翻新嘅工程，并且咧喺短期之内已经可以完成噶啦。将来依个单位咧更加有呢个焕然一新嘅感觉。我哋今次介绍到依度，如果想入睇楼或者中意我嘅介绍嘅，可以随时联络我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